定会扳倒徐伯爵。这十年来，他手上一直沾着我哥哥的血，他是怎么做到和我爸爸做朋友的？婉清，在徐伯君眼里，所有人都是可以被利用的棋子。他跟你爸爸交好，只不过是贪图穆家的财力。他就是个畜生。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影响很大，我才一直犹豫要不要告诉你。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都不会知道真相。傻瓜，我不仅要让你知道真相，我还会替你讨回公道。可他是徐伯君啊，你这是鸡蛋碰石头。我哪一场仗不是险中求胜？这一次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吧。可如果你真的这么有把握，你为什么不告诉他我们的关系？我是怕徐伯君起疑心。你更怕万一敌不过徐伯君，会牵连到我，会牵连到穆家。如果赢了，你就正式向我家提亲；如果输了，你就一个人承担，让我全身而退。婉清，我和他之间终有一战，所以即便没有你哥哥的事情，我们都不可能维持下去的。所以不管我反与不反，他早晚都会对我下手的。所以你说的一辈子，是赢了才有一辈子，输了就没有了。如果这输赢要拿你的命去换，我宁愿不要。傻瓜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扳倒徐伯爵，我也一定会向穆家提亲。说好了一辈子，一天都不会少，啊！